一百块好食哦，我一个人好啊，你烦。菜头块一百块买来无一半，但一包了，你来送我。我讲话哦，我已经讲好了，你来送我。好啦，是你收起来。那我来讲，恁注意听。这首你着钱也加了过来了吼，因为这首我是牺牲要有同个吼，啊你也加收加收，我这个买袂着哈。我相信哦，今日我一同过来，差第一天啊来客户我一同过来，啊奇怪啊现场过。这啥物恁猜啊？这作贵个啊吼，作贵个吼，注意听。 我今仔早两箱一定一箱哦，台四的人家无伊啊，最后这箱我留了后壁，不要恁无伊。你先给钱的先名啊！我先啊，制造日期有效期限，跟我一家叫我写。2024年哦，7月6号，萧里江。萧里江，我写啊，要甲恁讲者，因为我要请落去卖你。我一包拿来卖卖五百，恁也卖去哦，日期拢会写，十包拢会写。这间工友才大片，我卖甲介绍。来，都忘记了。那你叫人家看这什么？ 来，投票投票，投票，投票，我讲过，这几日是你是早餐店，是爱去卡拉西顿。卡拉西顿，下地当去坐，我已经把你现过来卡，你搁还坐？我把你，把你把迄个挂上起来，上楼盖下来。好啦，客气。今仔给你拿去食鸡腿的，莫甲你话啥，来，你我拿客气。来，我拿客气。来，不要，来，我拿客气的手下个。 来，我再收几毫升。来，我再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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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
一个。一支鸡腿，两支鸡腿，三支鸡腿，四支、五支、六支，七支、八支、九支，十支鸡腿卖你两百几支，才有够俗哦，有够俗的啦。我来讲，今仔新加钱的，加一支，加两支，加三支，加四支，加五支，今仔日就好啊，两百了。来三个哟。啊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六支、七支、八支、九支、十支、十一支、十二支、十三支、十四支。后边啊，咱机器人动掉，人刷一下哦，机器人动掉啊，伊个大还袂飞啊。大歹势，我叫你刷一下，歹势啊，美女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四个哟。啊，刷一下，刷一下。来，大先，大先，大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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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你该处理哦，我叫杰哥来处理。杰哥，我讲你管，你叫一个大卡保利龙卡，遐会全部下咧保利龙大卡。你把红包卖了了，你甲世界讲啊。我叫杰哥。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上几钱？大家收了吗？还是照着收啊？照收啊。那不。我讲你个送一百了。我买一百吗？还是要送一百了？我讲。送一百了，我讲。伊讲几钱？我你讲够几钱？我伊讲。来，你过来，你坐上。来，即个我接三千，我卖掉。接三千，我先上单，咱来先安卖掉，啊。这叫哦，脆皮虾仁卷，下港这道用这个用钱拢做好食啊，啊，知影对啊。外口菜市啊，同款卖，唔免甲餐厅，唔免甲饭店，唔免甲干啥，啊，干来菜市一条就百八啊。脆皮的虾仁卷一条百八，两条三啊，我卖你三百上面吃。一条搁上二，一条搁四条，伊来三百，一条卖你七十五，我下港做好食。三百上面吃，三百。三百哦。姐啊，恁在座所有人皆听好，这两箱我都猜出来啊！我诱导恁这最后支持到即马，四条总皮卖到我出去，一条七十五行情，新价钱的四条脆皮虾仁卷，两百啊！进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我话恁这一条五十，我你送去。来啊！两百。我话其他几条，其他几条，你卖我出去，这一条五十，你买袂着黑狗啊？我定价一个啊！你唔好话我出价，这四条是三百，唔是两条两百的哦。我定价一个啊！你爽爽的啊，两百。见到两百无？卖这条高标来，这里卖一条五十。来，最后一个两百，上面写几多少呀？见到两百，
黑人够有人，你一条卖五十个，我还讲三个，你甲我讲甲我买，你一定爱甲我买。我若上好你啊，搁甲伊卖较超好只，一百落。来一百落。来，无买，来一百只。来一百。都拼落来，都唔买一百，最后落来啦。多一个啊，多一个啊。无啊无啊无。好了，你几只我这个买无。好啦，最后这恁啊有买，恁就卖搁买啊，那我换人买啦，因为这算吼较热销的产品啊，拢全家尔。伊这就是咱咧讲的花枝牌啊。小笼包无啊？小笼包它两点无就无。哎、欸，你若要食花枝牌，三百几啊，我买哪偌济啦？买一份新鸡一个来，一百块我了。来一包。这飞机牌上好食上少。来，我七袋哦，你收钱。一百块专门食一百。我八袋哦，你。我九袋哦，你。我搁加一条，你十块，新加钱的一百。我一个啊。来，有人要食花枝牌无？一百。哎，好是哦。这大家用这个钱，你搁一个，一袋、两袋、三袋，美女好吃哦，五、六、七，来，第九十，最后一个一百，上面啊。两个啊。来，无去收钱。无啊，拢无啊。去收钱，美女好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收起来。来，马上起来，我等我啊，我啦，马上起来，我等。马上是你的面前，一定会伫遐两条挂金，正我搁后边头后边后边啊，两条挂金会伫遐，你要搁换一条后边。不然我著讲甲你家己会笑的啦。我后摆要讲啥？甲你设计要闹伊啊！你若要食毛豆哦，你若要食毛豆，我卖甲你画三包，卖甲你画二啊咯。一个人买一份两包，啥物事啊？这边两当吃，这两包三包卖你三包二啊，我变两包呢。你只要买两包，我加一包；买两包，我加两包；买两包，我加三包，两包咯。两包。两百三百只，最后一个一百了，好啊，无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毛豆，一百谁要吃毛豆？退兵就可以吃了，一百块呀，毛豆够两百啊，这些毛条毛两片，一百最后一个上面只一百，一百上面只一百，第一个买两百下，啊，至少我给一百个送你一下了，后面搁一百，不要你讲，给一百拿送你本钱。谢谢。恁这人家有囡仔无囡仔拢不管。你有想要食这个人家，我阿你讲，你当个平民领导，领导中道较食，中道你食特别好食，是啊，你甲放起啊，平民领导。来，这一斤百三，唔免百三，全部现场一个人买一份新鸡翅，二十块，二十块，二十块，三岁，二十块了，二十块了，二十块，记得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二十名。三岁啊，最后一波啊，来，这种毛个，这两只上去了，这两只上去了，老外毛。啊！来，雷某，你去哦！你莫，家你去看这个人，你莫去做遐代志，你叫雷某我处理好嘛？是。你几个？我无。这二十块有要来无？二十。二十块要借无？二十。几个啊？雷某，我切一个，我阿讲，二十块敢无？有没啊？拢有啊吼，所有拢吼，来叫一个后边。六个。我买迄个，无紧，咱雷某啦，哎，无紧，哎，无紧。我先想看出来要来人家补偿，来港式放条片。我来存最后一箱拢无啊。来，是你，你想低价会当好处理啊？我今仔无等你，然后无好。阿姐话你讲哦，昨哦反正歹天啦，啊我回无啥干啥，啊我今仔有啥事，你可以无来，因为我今仔要来才买，佫无来这。来，是个片。来，你想低价无啊？这叫港式放条，这就是台中上有名鸡脚冻，这拢免煮透气来当食。这一包我行情价，然后是百六块，两包打三百二十，唔免三二，这两包我请你，四包哦，退冰来当吃哦，两包了。来两包。两百块上面吃七角冻，我两面吃七角冻，我两百块。两百哦。七角冻。七角冻我两面吃无两包。哎，好是哦。这一包五十块，我来带真空，佮你带卫生哦，佮你带品质，唔免考虑，干无好食佮你退钱哦。两包够要来无？七角冻。一百了。来你妈咪鬼妹一百块钟，我吃放满一百，超值。来超值一个啊！来妈咪鬼妹一百，吃放满一百，好吃哦！这鸡脚肉这比台中还好吃哦。一百要不要？一百要不要？一百。一百还有人要试吃吗？超值没有？来超值啊！来一百肉要吃无？一百。一百肉要吃无？一百。来姐，这钱没收。一百拢有啊吗？来一包。有了啦哈！好来，谢谢。来，好来，恁听我讲哦。过来，我有做这个给恁推销。一百。恁敢有想要吃鳕鱼？到尾食鲑鱼，这两碗面啊，到有想要食手料个，鲑鱼甲鳕鱼。来一个鸡肉薄饼，鸡肉薄饼。这鸡肉薄饼一包几袋？七袋。加包两个。加三袋，一包总共十袋。内底每一袋内底拢甲你加啥？加鸡肉。这间公司鸡肉上有名，别个上市上过嘛一间啊。一包十袋，一袋总五十块，加两一袋六十，十袋六百，三个，唔免六百，三百，新价钱两百。两百，包钱。两百啊。最后一个能包不？来两百。美女，这包真的很好吃哦，十片一片六十而已。那只有加鸡，
没有了。来，阿姐，我跟你讲哦，因为怎么还很贵啊？那个很贵哦。不要太多。哎，600就好，好不好？一片啊？不啦，3片啊，有没有可能一片这么好赚哦？那一只200固定的啦，你干嘛估计要叫单开的啊？200固定的。对啊，你要给我给你的。新车我给你们叫的，喜欢喜欢看。哎，要落价无？喜欢看。阿姐，您听我讲哦。啊！您刚刚在外口买过白地？下包啊，捌买过无？中科，中科，你买啥？果冻我包一个，蛋姐，来，看有人要吃白包啊？这地当然你若要收盐，煮你就卖买啊哈！这地当然袂当收盐，六个，叫我顶管你来标。这当然进米酒用煎的就好啊。白包啊，即卖台湾拢改比土水里较贵。卖花你先花你八百，你先给钱来五百，好唔好？哎，500块哦。500块上面只白鳜鱼，你若要食好，你买这。你若比什么鲑鱼，比什么鳕鱼，这食着你冻袂住哦。这八百你有进米酒来斟啦。我还讲话现场一个人给老费好啊，500给钱来，互你送掉，我见人500来啊。上面也500。来500。八百啦。你交着500，我这条要送你哦。你若交着500，这条要互你啦。我还讲话招一个，招一个就好啊啦，卖济啦，一个就好啊啦，500。500上面写500，来500，你给包成交了。哎，成交了。好了好了，我靠，三个了，你别找分歧啊！来三个，500上面500，500，啊两斤啊，来500，上面写好诶，希望你人多多。你怎么炸两千成交啊？哎，炸成交了。而且，这几天我。